已经成为现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沟通工具，他现在要发展出了个赖点术。您知道赖点术是什么吗？记者现在在实地为您调查，民众到底知不知道赖点术呢？请问你知道赖点树吗？树，它是一棵树吗？请问你知道赖点树吗？点树？要加买点树？你是诈骗吧？哒哒哒哒哒！原来到超商消费也可以获得赖点耶！原来小上单也有赖点数回馈耶！那这个也麻烦你喽、欸。我这也麻烦你喽、欸。真是太感谢你了、欸！你们可不可以稍微？我这张单也拜托你了哦。在百货超市也能用赖点购物哦。看电影也能用赖点折抵哦。善用赖点消费，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享受悠闲的下午茶时光哦。赶快加入我们吧。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请问您知道赖点？卡，好，收工，谢谢大家，啊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